是不是啊，沙发上那不是不是阳台亮着呢，人中女帝666位数字是什么？是3。哇，我们的最强小脑记忆大师诞生了，恭喜！多亏了小品不断挑战我记忆力的极限，我才有今天的荣誉，这个儿子没白养。爸，我考了91分。不对。这个酒歪歪扭扭的，明明就是11分。爸，我考了80分。红比颜色都不一样，明明就是8分。爸，我考了71分。经过我的鉴定，这幅水墨画是真的。回答正确，恭喜您通过我们重重考验，获得鉴宝专家证书。多亏了小比一直锻炼我的鉴别能力，我才有今天的荣誉，这个儿子没白疼。今天我们学习《论语》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今天我们学习古诗《鹅鹅鹅》，曲项向天歌。太感谢了，催眠大师，我的儿子好几个月都没有睡好觉了。多亏了小品挖掘了我催眠的潜力，我才有今天的荣誉。这个学生没白教。